芒果这样的。好啊，叫狗的弟，让我照顾你。没错，台语讲教室。我每次讲台语的时候都会很奇怪，所以他们都说我只能唱不能讲。没关系，都很好听。哦，你好会说话哦，讨厌啊！讨厌呐！可以。哎呀，我不要啦！我是不需要还你。介绍，没有，讲完讲完。好，这首歌歌名叫做《让我照顾你》。男生没有另一半的，等一下听完这首歌可以跟他说这句话。好，好冷啊、喔！确实，我的小拇指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啊，送你啊！我有啊，我有以心的爱，以心的爱，谢谢以心。好，你可以开始了。飘散。
谢谢。谢谢。好。